好，主播带来关心冠军帽加码，再来看这个排队场面，在彰化埔盐的顺泽宫，连续三个星期加码羚羊配金牌冠军帽，今天早上下午要各送400顶，9点准时发放，有民众一早来排队，有人甚至凌晨3点就来等。带听一下稍早民众访问。几点就来这排？我差不多3点嘞。3点？系啊。报名要3点。系啊，我两点左右就来啊。到这边不到6点。不到6点了。对啊。我那很早嘞。已经排了20几了。因为他这个有印那个羚羊配台湾 No.1 很有纪念价值。庙方搭起棚子，怕大家晒晕了。另外还有民众带小朋友来排队，一个小孩一顶帽子，3个小孩3顶入手。不过呢，竟然有人领了帽子转手到网络上贩售，发现有卖1100的、1200的，甚至有人更狠，开价2800。庙方说这样的行为万万不可。免费的冠军帽代表神明的祝福和福气，转手牟利相当不该。以上的现场最新情形，将时间交还棚内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